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Wings Live Out。今天当爱情遇见芭莎公主，芭莎公主就是我，我是幸彦。那今天带了一个键盘手、吉他手，还有一个贝斯手，一起为大家带来一个浪漫的 Bossanova 之夜。然后这整个主题都是以爱情为主，所以今天大家就跟我一起谈场恋爱，我们玩得开心点。Just to tell you, last week I was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.